每天一道英语易错题，来看这道题。He is very, 他非常什么样呢？这里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 careful， careful 呢是细心的， careless 呢是粗心的。我们往下看。He often his school things at home， 他经常把学习用品落在家里面，所以呢他是粗心还是细心呢？很明显他是粗心的，所以 A 跟 C 这两个答案呢可以排除，剩下就是 B 和 D。 这里呢考察的是 forgets 还是 leaves。 forgets 就是遗忘，是我们头脑忘记了， leaves 呢是遗留，是把东西落在那里。如果你忘记了某事，你可以用 forget， 如果你把东西落在某个地方，那就是用 leaves。 很明显这里学习用品呢是落在家里了，所以是 leaves。答案选择的是 D。 He is very careless， He often leaves his school things at home。 你们都选对了吗？点赞关注棒棒老师英语一级棒。